好，我看这题哦，他说五个人围一个圆桌而坐，对吧？好，其中甲乙不相邻怎么算？哎，这里是围圆桌而坐，所以说基本上是什么环状排列，对吧？哈，甲乙不相邻怎么做？不相邻怎么做？插空隙，先叫甲乙滚开，剩下几个人？剩下丙、丁、戊三个人，我叫三个人先围一个圆桌而坐是几？三阶垂几？三，行不行？坐下去之后，告诉我前前后后产生几个空隙，三个空隙，给几个人坐？给甲乙两个坐，乘上丙了，三取几？二，这样行不行？说麻烦你把怎样撑开，好不好？撑开之后答案是几？十二，就出来了。OK，把这边看一下。